第三题，某生的学期成绩如下表，择其学期总平均分数为何？国文86分乘以上课时数6，再加英文75分乘以4，加数学90分乘以4，加物理92分乘以4，加化学88分乘以4，除以上课时数总和，6加4。加四，加四，加四，等于分子相加86乘以6是516，加300，加90乘以4是360，加368，加352，分母相加是22，等于1896除以22，就可以求得学期总平均分数为86.18。